海清的前言就是被翻出来，于是我的神风靡互联网，不少网友模仿起了海清的爆笑场面。当年欧豪参加快乐男神节目现场，海清投票时为了表达对欧豪的喜爱，居然让何炅、汪涵等主持人站到身后，自己单膝下跪，缓缓说出了那句你是我的神。欧豪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，在百度上可以看到欧豪的人物关系中多了个神婆海清，网友也是太损了。然而海清的尴尬场面不止一个，在颁奖典礼上为中年女演员发言，称自己会比胡歌还便宜。旁边的宋佳、姚晨也被提到，称大家都没有帮搭款，作为女演员更是非常努力。旁边的女演员脸色非常精彩，宋佳更是说此话只代表海清个人言论。了解海清越多，就发现她太搞笑。因为家世显赫，海清性格也单纯，想说什么就直接说，大大咧咧像个男生，也是黄磊的亲传弟子，在向往的生活中化身为养生专家，帮黄磊看舌苔，说黄磊的舌苔特别好。旁边何炅憋笑的问了一句，和大黄相比呢？海清非常喜庆的来了一句，那可没大黄好。这耿直的回答可把众人笑个不停。黄磊更是自曝海清当年真酒，然后就按着不动了，松手以后滋滋冒血。海清搞笑女爆笑场面实在太多，节目现场公开示爱欧豪，何炅看后憋笑的小动作也是太真实。看完你喜欢海清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